姐去 say 大礼了，俺一个好闺蜜今天结婚的，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我看有好多朋友说国庆假期都在睡好几分的，都赶到这个节假日结婚了。走，好，红包包好了，走，今天四口去参加婚礼啊！到了，来晚了，典礼都开始了。拍照了，谢谢啊。来，咱俩这在拍照了，你看看，新娘都在等待入场了。终于进来了，哇，他这个挺好看啊！在学习当中，中心和时刻啊，爸爸妈妈、家人们、朋友们依然在你的身边陪伴和见证着你的幸福。此时。家人们送给了亲娘哈，也送给了孩子们了一些嘱托啊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掌声，有请女方家长向所有的明治司朋友们掌声，有请。每天去吃花的这些人啊，那在进步的岁月当中，也希望你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亲人，见证他们幸福的未来，好不好？炒鸡奶吧，我完打来微笑了。
科多营销人到齐了，怎么办？吃点吃点这个。哎呀，吃好了，全是海。哈哈哈这是亲娘，不是我感觉那结婚的时候，我感觉没有那麻烦呀。主要是你不操心，你不知道，结一回婚都知道多麻烦了。那你吃吧，你就走了。嗯，好好，嗯，嗯。